换件衣服，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我这衣服多好看呐！可以感谢马亚哥是加我家会员发放会员的。讨厌那些就是说给你刷礼物，然后你要干什么什么，换个衣服，换个性感点的，我不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刷刷，不愿意刷我也不要。我只不过是对待游客，就是所以说不明说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不叫个性，这叫底线，对吧？主播不管是个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就是有底线，这就是我的底线。我不可能说因为说你给我刷礼物，我就去换个衣服，换个性感点的，或者说给你跳舞。我不是说我不随和，大家让我唱歌，我只要会唱的，我一定会唱，对不对？我是很接地气的，好吗？那一秒钟啦啦啦啦，这有底
题了。呵呵呵呵，你心跳该如何对你说说说不出口，难形容。叫失眠症。心在哭，像心撕裂破破破破，我眼泪在悄悄地落落落在角落。曾喜我，真是我，怎么过好落寞？没有什么。欺负纯情吗？卡红，我家卡红是就是要么就是量子一三一四，要么就是改好会员马甲加入加挂520贡献，要么就是这个亲密度达到15级。去面试呢。你困了吧？嗯，对，今天起得早，有点困。谢谢方案520。
感谢花清香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感谢小宋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看我直播，你们最适合入眠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般直播都会把人就是直播的，就他们看我直播一般都就是进入催眠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行动，我心里对